小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上道德课。来，我们拿出来道德课本书，然后打开14页。打开了吗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学关于对客人有礼貌。什么叫做对客人有礼貌呢？就是要热情招待客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上面的图片哦。你看，阿姨已经来了，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？阿姨，你好，请进，是吗？我们要让阿姨进来哦。那小朋友们，我们要记得哦，如果我们认识的人才可以开门哦，但不认识的人我们不可以开门哦。然后呢，如果阿姨已经进来了，我们要让阿姨坐下。那如果阿姨已经坐下了，我们应该怎么说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要给她倒杯茶，是吗？那茶倒好了，就要拿给阿姨，请她喝茶。然后呢，拿茶给她的时候，我们说，请喝茶，阿姨，请喝茶。那现在呢，老师要问，你们在家有没有对客人有礼貌？有是吗？老师知道你们是个很棒的孩子哦。那现在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